赛多比较多，但是呢延长赛少很多。这个球投手没有机会，在后头还有游击手陈凯伦接到之后传一垒，好厉害！哇塞，前黄宗英教练对陈凯伦做特训，没有白费，没有白费，哇，这个球厉害！哇，这个球完全是没收一支安打，这个球真的是守备范围非常大。接到球以后大转身的传球，然后接传是一气呵成。哇，这个球真的是相当的精彩，投手稍微碰了一下延长的手臂，接到之后呢，